人说，三杯酒下肚，每个人的故事都是一部长篇小说，不是各自精彩，就是各自平庸。对于一个缺乏自信的胖子来说，我不知道怎么定义眼下的人生。我在健身房里不是为了挑战自己，也不是为了管理身材，我只是想逃避我的失败。哎，那样呢？第十二天，终于有一个人主动跟我说话，在一天中人最少的时候。喂，爸。好，我知道了。爸，我不跟你说了，我领导在叫我呢，拜拜。在这个城市里，没人关心你正在经历什么，搬过几次家，有没有钱，就连这个十平米的小屋，也只能在收留我最后一天。你好，我能把箱子放在这儿吗？抬手，抬手。起来，起来。来，你过来。来，抬手。往这打，打。学会接受你无法改变的现状，也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课。严丹，我相信你的努力，也明白你此时此刻的感受，但是现在大环境不好，公司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做出对公司最有利的选择，我想你该明白的啊。在这签字吧，待会儿呢到财务那儿把账结了，顺便把你的工作跟大伙儿交接一下。人生悲催指数排名第一的是缺钱，第二缺爱，更悲催的是这两样赶一块了。在人这儿。这是我高中时代的暗恋对象，我曾经的男神。而此刻他成了我闺蜜的男朋友。用力呀、啊！你长得那么胖，你能不能用点力？过来，就这种感觉，打我脸，打我，打我！哎嘿，打着了！啊！您的卡今天就要到期了，不过现在的优惠很划算的。我看您最近练得这么努力，还是应该继续坚持下去。不用了，谢谢。不是练的挺好，怎么不练了？那谢谢。你去哪儿啊？你这是出差去机场？要不然我捎你一段吧。我也不是什么坏人，对吧？我看你这小姑娘也挺辛苦的，就捎你一段呗，助人为乐嘛。我这人其实最擅长就是乐意助人了。还有啊，我觉得你在健身房练的可能不是很科学，我觉得你需要一个私人教练。能借我2000块钱吗？啊？我为什么要借你2000块钱啊？哎，吃什么呀？我请客。我吃那个。这个，我都跟你说了，我请客，你不用给我省钱。我就吃那个。好，服务员。那个，给这姑娘点一份这个，然后
是什么。给我来这个，然后再给我来一杯水，谢谢啊。知道你有困难，可你说这年头谁不缺钱？我也缺钱。再说你怎么还我呀？我把你卖了。我只要找到工作，我就还给你，我保证。保证？我跟你说，这年头保证这东西最不值钱了。你说你刚把工作丢了，怎么对找工作还这么自信呢？真是饿了哈。一会儿你去哪儿？有地儿去吗？这么一地儿去啊？这连亲戚朋友都没有，你怎么把自己混这么惨啊？要不这样，你跟我走。那个我不是那意思，就是我开了一店，你到我店里打工，别的不敢保证，管吃管住啊。你开什么店的？你看什么看？买单。装的什么呀这里头？这你做过吗？一次都没做过啊。试试。试试。我们这儿的小朋友啊，不开心的时候坐上他都会笑，他就像时光机一样，能让你回到小时候。肚子收起来。有人说，上帝在这个世界上安排了好多天使，以便在你困难的时候出手相救。你相信吗？老马，哎，回来了啊！来来，过来，过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你站那儿干嘛呢？老马，店里来新人了。那个你就先住这儿吧，等你找到下家再说。哦，可是呢我们这儿也不养闲人，所以你得干活。告诉我你擅长什么，看看我怎么给你安排吧。我没什么擅长的。那你对烘焙感兴趣吗？我不会做，我只会吃。我可以学的。老马，你去把那个储存间收拾一下，好，然后腾出一地方，好，支个床，他就住那儿。哎，嗯，好，嗯，这就去。谢谢。你不是可以学吗？那我现在呢就教教你。来来来来来，我告诉你啊，我们做蛋糕的，这个呢是面粉，这是白糖，然后这个是鸡蛋。住在一间大房子里。又有吃不完的好吃的，是我从小的梦想。没想到，这个梦想以这种方式实现了。
不是，您别随便吃我们家东西啊！老板呢？老板？关老板？他出去了。怪不得你的店生意差。哎，大哥，您来了。那个小刚他出去。去哪儿啊？他有点那。干啥呢？怪不得你们不挣钱呢。老板整天出去瞎溜达，你说呢？这个呀，我们新出的新品，您拿回去吧。但是光买这个也不行啊，咱们还剩一个月房租啊，到那时候别弄得大家不好意思，你说是吧？啊，不是的，你们这东西还行，真的啊，来了。你老妈，他这太过分了。我先喝点完。又是一个有期限的地方，好多时候知道即时构成我们的人生，比如从恋爱到分手，从一份工作到下一份工作，从这次房租到下一次房租。好好听啊，老马。嗯，如果我们交不上房租的话，我们店真的会搬走吗？交不上房租的话，不是搬走，是关门。真会关门吗？小康他有他的坚持，我们的食材一直用的都是最好的，而且我们又不太善于经营，虽然也有一些固定的回头客，但是你知道，利润空间太小，所以一直都是惨淡经营。非常温馨的故事。二战时期，一个意大利士兵就要出征了，可是他的家里什么都没有。艾特的妻子想要为他准备点心，于是就把家里所有的饼干和面包都做到了一个点心里，那个点心就叫做提拉米苏。每当战士呢在战场吃到提拉米苏的时候，就会想起家中心爱的人。提拉米苏在意大利文里有带我走的意思，带走的不仅仅是美味，还有爱和幸福。带走的不仅仅是美味，还有爱和幸福。他家媳妇儿，那个房子是谁弄的？哟，小伙子，没看出来呀，你还挺有知识的呢。你有女朋友了吗？您呢？过来看看。作为一个老板，我怎么着也应该关心一下我的女员工吧？也算是废物利用了啊！一个女孩没个镜子怎么行？这位女士一怒之下，就把红丝绒蛋糕的配方向全世界公布了。红丝绒蛋糕就闻名于世。好了，你们呢先准备一下，我马上回来。我觉着你应该过去跟他们打成一片。打成一片？你想留住客户，你得先了解客户的心理。你是女的，他们也是女的，你们聊聊比我合适。可聊什么呀？干什么不得聊天啊？沟通是一项基本技能。去。我可没忘记。去。去。去。
你们都挺闲的哈。你们爱不爱自己啊？你不说呀，我都快忘了我自己是谁了。我觉得我这辈子都是为家人活着，就是没有自己。我呢，就是为了让别人看看我过得有多好。现在的人多势利。我的人生哲学是：喜欢的就要去争取，觉得自己胖就要去减肥。其实我也没那么胖，我都减了20斤了，现在170。再见，下次再来啊。老板，我算是明白了，跟大家打成一片就是变成一个交际花。有我这么胖的交际花？我觉得胖就是你的风格。你真觉得好啊，那我回头再联系他们。这样行吗？对对对，就是这样。然后呢，190度的温度烤20分钟就好了。你先坐着啊。好。你那个疼吗？不疼。那你为什么纹纹身啊？喜欢呗。喜欢？那你学烘焙也是因为喜欢啊？我喜欢纹这儿的味道。味道？我喜欢闻各种各样不同的味道。哎，你闭上眼睛闻一闻，看看你能闻到什么吗？哦。cheese 的味道，烤箱的味道，草莓、面粉、洗发水的味道。你鼻子真灵啊。我平时玩香的。香？香道。焚香的过程当中，因为温度不一样，出来的味道也会不一样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你的鼻子就会变得越来越灵敏。嗯，我鼻子就比较迟钝。人在城市里的时间长了，就会越来越麻木。其实一般人只关注到人的视觉、听觉还有味觉，很少有人关注到嗅觉的。其实嗅觉带给人的安全感更强。现代人的诱惑信息太多了，容易让人变得浮躁。辨别各种不同的味道能让我安静和专注下来。说说你吧，你喜欢什么？我也不知道我喜欢什么，反正我现在就想好好减肥，好好赚钱，然后嫁个好老公。嫁个好老公就是你的梦想啊？那是我爸的梦想，我总得为我爸做点什么吧。好的，您有时间一定要过来啊。行，好，拜拜啊。哎，都说有时间会过来，可什么时候才有时间啊？老板，我有个想法。嗯，我觉得我们应该拓展市场。能做的都做过了吧？我们要线上营销，这都什么年代了？微博、微信的要搞创新，不能总发那些干巴巴的东西。比如说你上课讲那些故事，我就觉得挺好的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也把它放在那个公众号上面了。我们要做出自己品牌的气质来。我呢，现在准备推出一个免费的体验课程，就是让有故事的人来分享他们学习烘焙的故事，做口碑传播。你觉得行吗？真的？嗯。你不要。没有啊，你赶紧去找我。你别说，我觉得你的眼睛还挺漂亮。你把你嘴擦擦。我是怕浪费，所以我才吃的。
有订单了啊！我们的第一个订单哎！什么大惊小怪？真是个天才！一份提拉米苏，两份红丝绒蛋糕，他肯定是看了我们的故事被感动了。我去准备。好。让一下，谢谢啊。来，等一下，谢谢。不在乎别人眼光的大道理，每个人都懂。但你的感受骗不了你。我不知道别人，反正我在乎了。谈了新的作品。哎，你们女人这么爱换衣服？136，第一单订单成功了。他们说如果好吃，还会继续订我们家的。我决定了，为了不给我们品牌丢人，从今天开始减肥，我要瘦成一道闪电。可我记得一道闪电的直径是5米。你别难过，我们不嫌弃你是胖子啊。不是你们嫌不嫌弃我，是我自己嫌弃我自己。我现在看镜子都不忍直视自己。那说明你对自己太陌生。人照镜子有的时候是为了看自己美不美，有的时候也是为了看自己活得好不好。饿了饿了，为了庆祝有新业务的开展，今天吃点好的。老板，挣钱很不容易的，这刚挣点钱你就花，你也太浪费了。别管钱不钱了，你吃不吃吧。吃不吃？我不饿。我帮你们点餐吧。你们想吃什么？中餐还是西餐？不饿，你真不吃啊？我不吃。这什么味儿啊？元旦，你长这么胖，对得起谁呀？对得起你爸妈，对得起你自己吗？不过虽然别人都觉得你胖，但我觉得你还挺萌萌哒的。吃的，我们家乡特产。可是你正在减肥，吃这种东西卡路里很高的。今天我要大开杀戒，我请大家吃奶片。老板，帮我拿下。又怎么了？怎么办？什么呀？明天就好。
逛行接不接啊？接什么呀？订单，大订单啊！老马，嗯，你说你唱歌那么好听，怎么就没说想过要签个大公司，然后成为一个大明星啊？嗯，我觉得人生的选择无非也就三种：不可以、可以与必须。你说的那种方式现在属于第二种，可以，但我觉得不适合我。我就没想过自己适合什么，反正都是被别人推着走的。都这样，推着推着就学会自己走了。那你和我说说你和你女朋友呗。我喜欢骑摩托带她出去玩，也特别特别希望她能跟我一块骑，可是他就到现在连自行车也学不会。我觉得爱情啊，你拥有他的时候你就得珍惜他，要不然你要他干嘛呀？对不对？对。严丹你呢？你不会没谈过恋爱吧？谁说我没谈过恋爱的？你认识我的时候我刚失恋。你谈过恋爱啊？我一直以为你暗恋我呢。光好看，别开玩笑了，我有自知之明，不可能喜欢一个胖子的。你知道我说的失恋是怎么回事吗？就相当于你的哥们儿和你的初恋好了。作为胖子，我们根本就没有竞争优势。唉，作为单恋者也没资格生气。我们胖子世界啊，只要和平就好，反正每天都一样，今天和明天也不会有太大差别。唉，看起来似乎每个人都需要你，但是你永远都成为不了自己人生的编剧。算了，不说我了，老板，说说你为什么开这家店吧。我嗯，我那也没什么可说的。那个，上个厕所去啊！我要去。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。这是由小康精心为你设计，我制作的，它叫魔幻松露。奶奶，这个是我送给你的生日礼物，你别紧张，这不是特意给你买的，就是之前我买了一直没时间学，你有时间就多跟老马学去。吹蜡烛吧，许愿，对，许愿，许愿。我知道你愿望是什么，要瘦，要瘦，要瘦，对吧？哇！拿这个，这也是小康的创意。他说，只有你敲碎了坚硬的外壳，才能发现真实的你自己。谢谢你还想着我，但是我最近有点忙，所以我看我就别去了吧。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，你别给我拿着了啊！我知道你喜欢演戏，
这个角色特别适合你，你来吧，就是没错。那这样吧，导演，您让我回去想想，我回头给您打电话好不好？那好，那我等您电话啊。哎，你真的演过戏啊？我当年可演过抗日神剧的男三号呢。那时候我特别励志，为了当演员，我拼命的减肥，努力的工作。可是我发现，演那么多也没人认识我。父母呢，想让我找一个安稳点的工作。我还有点积蓄，就开了一蛋糕店。忙起来，也没时间演。说这个吗？我不是关心你。星座上去，我还以为你要送我生日礼物呢。我又没钱。一提钱俗了吧？本来就是，我有钱我还来这儿待着，有钱的话，我不高兴的时候买买买，高兴的时候还买买买。嗯，放那个房东，我刚把钱放在他面前，他敢不敢对我横？记着呢，我到时候一定交。我现在没干别的，就是每天给您凑房租呢。我跟你说实话，现在好多人盯着我这房子，别人给我的价可比你高多了啊。
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您看啊，等我以后挣了大钱，我一定好好感谢您。客气话你别说了，我就跟你说，这回必须怎么着也得给我涨个三分之一。我看你们经营也不好，但是你也不能让我亏太多吧？啊，那个，不是那个，房东，就是我们这压力有点大呀，您这样我们承受不起啊。你不用急着答复我，你先考虑考虑吧。反正我这好几个人也等着呢，实在不行你就……哎，别，那什么，我明天给你答复行吗？行吧。关小康，我饿了，我们去吃点东西吧。你就逼逼我吧，人在不开心的时候，就应该找一个更惨的参照物来做对比。我今天就当活雷锋了。我觉得这个世界上，不幸的人有三种：缺钱的、缺爱的。我就属于第三种，两样都缺。小的时候啊，我总觉得人生就应该是爸爸妈妈永远都宠着你，然后吃不完的好吃的，爱情就应该像韩剧里面一样浪漫。可是你知道我现在怎么想吗？人生就是一场为你自己的经历。关小康，你能不能说句话？关小康，我该说的不该说的都说了，我这个人最不会劝人了，你就说句话吧。受不了了。我才受不了呢，我把自己饿个半死，还是个胖子，一个穷胖子，一个无家可归的胖子。关小康，没事吧？我好累啊，我好累。没关系，没关系的，关小康，真的没关系。小心。绷紧，擦擦脸，你擦一下吧，来。林子。啊。我给你看一东西啊。哎。知道这是谁啊？我。现在你知道我为什么当初收留你了吧？因为我原来也是个胖，所以我特别理解胖人的心情。所以严丹，你要相信你自己，你只要坚持，你就一定能瘦下来。这个世界，谁都可以欺负胖子。说你胖的时候还挺可爱的。那嗯，哭了。
哎呦，你别总哭了，行不行？你说你这一哭，别人以为我把你怎么着了？我跟你说，严丹，嗯，你就不是那穷胖子。然后我也觉得你特别特别可爱，我相信你瘦下来一定特别特别好。我觉得你相信我，我能做到，你也一定能做到。加油加油！我看好你，我看好你。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嗯。这是账本，这是银行卡，卡里还有些钱，交给你保管了。一个月凑齐房租，也许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，但是游戏开始了。老板。你就不怕我带着钱跑了？你要是把钱带跑了更好，那就不用纠结了。那你还是纠结吧，我保证我有好好干活的。老板，工作好。哎，张导，哎，我是小康啊，那个我还是不去了啊，谢谢您啊。哎，你为什么不去啊？我发现我也不是这块料，也没那命，算了。关小康，你就告诉我你到底喜不喜欢妍希，你去健身房是为了什么？别告诉我是为了那八块腹肌。我爱美不行啊，喜欢就要去争取啊！我看不是别人给不给你机会，是你给不给你自己机会。你嘴上都说没关系，可心里却没有勇气。再说了，你去演戏就能多挣一份钱，房租不就有着落了吗？你就是这样，说别人一套一套的，轮到自己就怂了。留住店啊！你看他整天嘻嘻哈哈不当回事那样，他那是不想让你看出来。
小康是个公子哥，从小家庭环境就好，要不然也不会在这样的时候还收留你。也是，我都没跟他着急过。来，弹首琴吧，上次的练怎么样了？好的。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，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，夜空中最亮的星，请指引我靠近你。嗯，不错不错，先不说弹得怎么样，嗯，最起码它让你变得快乐了。唉，好久没被别人表扬过了。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，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，夜空中严娜，我觉得你得对我负责到底，帮我对对戏吧。好的，老板。然后我去试戏那天，你要陪我去。啊、我要是没被选上，你不能嘲笑我。好的，老板。来，跟唱，就这一段，就我总是拿捏不好这情感，然后你跟我对一下，然后我看看，因为就是演员刺激吧，就是你刺激我。嗯、来呗。转过去，转过去。转过去。啊。这场就我觉得是这样的。哦，这样。对对。哦。开始。人应该为过去，而不是。嗯。人应该为未来。啊，我知道了，知道了，别说话了。人应该为未来，而不是过去而活。反正我就这样了。你应该去寻找你新的希望。这编剧可真够文绉绉的。说的轻松，你这是不负责任。不要用你自己的想象来对别人负责，而是要用你的心。你要问问你自己，你还爱我吗？那个前两天没演了，有点生。那再来一遍。嗯嗯，行。那我转过去了。生活似乎总是这样，偶尔出点小状况，又总能很快恢复原样。我决定做一个励志的胖子，我要开始新的生活。消息是，附近的订单开始变多，我们每个人都在尽力而为。我开始认真地管理我们的每一分钱，第一次过上了精打细算的日子。喂，马上就到，马上就到，5分钟，5分钟啊！你稍等我一下。喂，老板。有事给我打电话啊。哦。严娜，来。马儿，你们也挺累的。实话实说，最近这顺风车生意不错，我想多接点单子。厨房这边呢，我尽量兼顾。如果实在不行，就辛苦你们俩了。老板，给你点个大赞！我还以为你平时都躲到健身房里去呢。我看你将来可以写一剧本，就叫《一个悲催小老板的奋斗史》。老板，加油！我看好你。开饭了。
我做的难吃，你们别嫌弃啊。哦，我好久没吃家里做的饭了，闻着就香。天哪，你不用搞这么会过，再缺钱也不差这点啊。九七九八九九，一百。失业了，你别问那么多了，我会把钱还给你的。这就算了，我想和你说，我要工作了。你有什么事儿吗？你是燕丹的老板？算是吧。怎么了？燕丹现在在你这上班。啊。哎，不是。他丢的钱我来还，不许为难我闺女。你是燕丹的父亲？对。叔，有事您坐下来说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哎，我说怎么不对劲儿呢？他大学毕业以后非要留在北京，多难，都从来没想过打电话跟我要钱。这次不来，我还真不知道他现在。叔叔您别担心，严丹现在挺好的，说实话，比我刚认识他那会儿积极多了。你们年轻人的事儿啊，我也不懂。我告诉你，我这姑娘傻，你可不许欺负她。虽说是胖了点吧，可那也是个漂亮的胖子。叔叔，我没欺负他，他现在出去送货去了。等他回来，我请您吃饭。我不用了，我的姑娘我了解，你这个情况，他肯定不想见我。小伙子，帮我好好照顾他，回头叔叔谢你啊。好。不是叔叔，这钱你拿着，您放心，钱的问题我来解决。不是你解决你的，这是我和我姑娘之间的事儿。哎，叔叔，这钱我真的不能拿，叔叔，我真的不能拿。那行，回头我打我姑娘卡上啊。哎，别告诉他我来了啊。那我走了。哎，好。
叔叔再见。哎，不听。各位老师好，我叫关小康。你觉得你适合这个角色的理由是什么？我觉得呢，这个角色跟我的生活特别特别的贴近，跟我本人也特别像。比如说我现在需要钱，然后需要勇气，我希望我的生活能发生一点点改变。 OK， 那咱们试一下，开始。人应该为未来而不是过去而活，反正我就这样。你应该去寻找你新的人生。机会的，你相信我，真的功夫不负有心人。这个店以后你就多照顾一下吧。我通过了，我通过了，耶耶耶耶耶！保持营养，避免热量，你的身体其实不需要那么多食物。
在这个城市里，第一次有一个人居然连你的呼吸和你每天吃什么都关心。七场四进一次，开始。你应该为未来而不是过去而活着，反正我就这样了。你应该去寻找你新的希望。说得轻松，你这是不负责任。不要用你的想象对别人负责，而是要用你的心。你问问你自己，你还爱我吗？看，导演。哎，你们俩坐这干嘛呢？快点，快点，都动起来，快点。你好，吃蛋糕。哎，你好，吃蛋糕。你是关小康助理吧？嗯，我是他助理，请多多关照他。老师，他不是我助理，他是我的革命战友，叫严丹。是我们这儿唱歌最好的，一定要出去震撼他们 ，fighting！ 哎，小康还没回来呢。我刚联系他了，他要等大牌，一会儿就回来了。先前以为唱歌可以只是一个人的事儿，现在觉得还是有观众的演唱会才有意义。这首歌叫《重来》。什么是黑夜？我独自欣赏哼唱。什么天黑？为什么有人会流眼泪？纷纷的白雪，即使在纯洁，融化也无法拒绝。如果是这样，为什么还要希望？就在你身后。哟，还包里呢。等下一道彩虹。房东，那个您看，这房租都给您凑齐了，您查查。哎，我今天来吧，就想告诉你们，这房子真不能租给你。为什么呀？你说人家价儿说的比你高一倍，我能租给谁呀？再说吧，趁着机会，你们赶紧找人便宜点，你说是吧？给自己减减压力。你怎么说话不算话呢？这小丫头骗子脾气不小啊！你哥，您看，就是我们这房租好不容易凑齐了，虽然我们店生意不好，我承认，但是我们一定能好好干。这个想好好干是一码事儿，能不能干好是另一码子事儿。这个理想跟现实是有差距的。可是您明明说要涨价租给我们的，你要讲信用啊！哎，人家是大品牌，有信用。商场的核心是什么呀？人气儿。有了人气儿，就有了租价。咱俩要是换个位置，你说你租给谁呀？对吧？可是我们已经很努力了，您就不能相信我们一下吗？努力也改变不了你们生意不好的现实。社会很复杂，年轻人，别那么天真啊！那我们，我可以给你宽限几天，这几天呢，我也不剩你钱了，赶紧找一地儿吧。跟你跟朋友玩去，啊，拜拜。好了。像每一次跨越了深深的无奈。
此看穿了人心的黑白。我就在你身边，反正啊，这房租的钱也用不上，我就把它分成三份，咱们三个一人一份。你哪来的钱啊？把车卖了啊？不是关小康，你干什么？你怎么把车卖了呢？赶快把钱拿回去，把车赎回来。还我赎他干嘛呀？现在这样不是挺好吗？你看啊，没有房租，没有车贷，人生一下子轻松了很多。来，拿着。怎么着，你们还嫌少啊？我就这么多了。严丹，以后你不许跟陌生人借钱了。嗨，我觉得有些事儿啊，我们始终无法改变，可是生活还得继续，总得活下去吧。啊，哎，好了好了，咱不提这个儿女情长的了，走，咱吃饭去，庆祝庆祝。严丹，我跟你说，拿出你的真性情来啊，不许跟我提减肥。来，老马，来喝一个，喝一个，喝一个。就我觉得吧，就是人房东呢，就把房子租给这出价比高的，我觉得这无可厚非。谁让咱穷呢？咱这姑娘就是有点太天真了。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愿赌服输，对不对？来，老马，我觉着，天真没什么。人要是不天真了，那不就老了吗？不老，哼。你知道吗？严丹跟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吗？他说：“我能不能借他2000块钱？”哎，现在看是真傻呀。哼。这就对了，严丹。大口吃肉，大口喝酒，这才是真男人。来，喝酒。有时候，即使你已经很努力了，也改变不了故事的结局。心情不好的时候，觉得一切都没什么意义。吃是能让我开心的事，所以再不开心，熬到下一顿也就好了。女战士，怎么样？过得好吗？我挺好的，明天要去应聘。一直没跟你说，你爸来看过你，找到工作记得告诉他一声，省得他担心。谢谢你，关小康。刚开始一定会比较难，要坚持。我看好你，关小康。我这边要拍了。拜拜。一起加油。你好，我是来应聘的，我叫严丹。你好，请跟我来。是觉得项目太小，配不上你们的才华是吧？做减肥产品，你们自己知道怎么减肥吗？你觉得是你的故事有说服力，还是你的人有说服力？如果你是客户，凭什么给我们机会？现在收拾东西给我走人。
老板，这个项目我可以完成，因为我正在减肥。你以为你可以减肥就可以做好一个项目吗？没有钱，没有帮手，说说看，我凭什么用你？曾经我也是一个200斤的胖子，但是因为一件事情，我开始减肥了。我也经历过人生最低谷的事情，我失败过，但是我为自己尽过力。我现在不仅了解胖子的心理，我还学会了面对和珍惜。我想要这份工作，我想要留在这里。好，我就给你一次机会，一周之内拿下客户，3个月之内把全案做完，做得好你就留下来。我忽然就明白了，无论工作还是爱情，你想要的就该为自己争取，然后坦然面对那个结局。我找到新工作了，关小康，你还好吗？明天是你的生日，也没什么礼物送给你，送你一句话吧。郭小康，我喜欢你。如果你也喜欢我，我们明晚10点同对房间。昨天拍到后半夜，手机没电了。今天，快点快点，我等你了。我手机呢？喂，爸，我加班呢，挺好的，我只是不想让你担心。你放心，我现在已经找到工作了，虽然对我来说有点难，但是我还是想挑战一下。导演，什么时候能拍到我呀？主演都还等着呢，你着什么急啊？你看，我就还有一个镜头了，要不然你先把我这拍了吧。你看我这等了3小时了，我家里有点急事，我真是有点着急。你看，您帮帮忙，我求求你了，求求你了。不，你想演不想演？你不想演，我马上换人啊。Thank you.
相信你的心，联系应该在哪里啊？最近跟严丹有没有联系啊？没有，要上场了，先不说了啊。啊，那行行行，你加油啊！哎，好嘞。你好，我要参加马拉松，就是上次在饮水机旁边贴的那个。哦，那个，今天还真是最后一天报名了。嗯，表哥可以在这里填。谢谢。只要坚持下来的人，就可以赢得3年的免费健身和20节私教课，很划算的。有时候，你总要硬着头皮，又一次开始新的生活。然而，告别过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。在不断的奔跑中，你最常想到的是，要不要放弃？跑还是不跑？是每一天都要纠结的问题。当你一旦迈开腿，问题似乎也就迎刃而解。一次次的咬牙坚持，我终于明白了，在困难面前，你可以选择放弃，也可以选择面对和挑战自己。太天真了。
21分，我跑完了人生的第一个半程马拉松。没有欢呼，没有掌声，我以为我会大哭一场，结果却很平静。如果每一段爱情都有一份珍贵的礼物需要你去发现，马拉松也许是关小胖给我最好的礼物，因为我不怕输。梦想还是要有的，万一见鬼了呢？这一句话一直激励着我，然后让我在我的梦想道路上一直在努力。看着他的笑，看着他眼睛，好像所有的困难都可以过去。然后我也希望他能够一直努力，然后不要太辛苦，未来站永远支持他。最独一无二的关小康，我们爱你，未来爱你。导演给机会就好好演呗，就争取不辜负导演的期望。结果并不是如意的，没关系，那算什么？